各位 UM 嘅 fans， 大家好！我哋一连三个星期喺 UM Magazine 嘅 YouTube 频道送礼活动已经嚟到最后一个星期啦，即刻睇下上星期嘅得奖名单先。恭喜晒以上嘅得奖者，我哋好快就会有专人通知翻你有关于领奖嘅详情噶啦。而今个星期要送出嘅礼物咧，就系 Dyson 嘅无线吸尘机，而且仲系最新嘅 V11 版本啊！想知点赢礼物，即刻跟住以下嘅步骤玩游戏啦！打开咗我哋 U Magazine 嘅 YouTube 频道之后咧，首先你要点按订阅，再揿埋隔篱个铃铃，跟住咧点按呢一个箭嘴，再 click 去呢条链接入边，完成一份有关于睇 YouTube 习惯嘅简单问题，俾啲意见我哋。而最有见地嘅参加者咧，即可以赢得 Dyson V11 嘅无线吸尘机一个，名额咧就有三位。提翻大家，一定要先订阅咗我哋 YouTube channel 先至有机会获奖噶。游戏嘅截止时间咧就系2019年嘅7月2日星期二夜晚11:59，而游戏公布结果嘅时间咧就系2019年7月4日星期四夜晚8:45喺 U Magazine 嘅 YouTube 频道里边公布。再提多次大家啦，记得揿完个订阅掣之后咧，仲要揿埋隔篱呢一个铃铃，咁到时候咧你就可以喺手机收到提示，睇下自己系咪幸运儿啦。想知我哋更加多食买玩嘅好推介，手机版嘅用户咧就认住呢个箭嘴，而网页版咧就揿呢一个掣 ，click 入去之后咧就有更加多详细嘅资讯啦。